先深呼吸，从鼻子吸进去，三下我就从93变成99，很快。如果你的手上刚好没有吸管的话，就用圆唇吹气管。怎么做？像吹口哨，这样的效果就跟吸管差不多，一样可以提高你的含氧量哦。最近新冠肺炎的疫情又开始延烧了哈，大家之前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快乐缺氧哈，就说这个肺炎侵袭到你的肺部，造成你慢性的缺氧，你不知道，结果一发作的时候，你可能就突然就猝死了哈。你知道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应该是多少吗？97%到100%。如果说是95以上的话，基本上还是勉强可以接受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的血氧的饱和浓度是在95%到100%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另外，如果你本来有一些慢性疾病，比如说肺部啊有气喘啊，或者你有抽烟的话，这些东西也会影响到你的血氧浓度。那如果你是年纪比较大的人，或是有一些慢性病的人，基本上你从90到95，我们基本上也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如果你的血氧饱和浓度低于90，基本上你就开始有一点缺氧的现象了。低于80的话，就会危害到你器官的正常运作。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需要氧气，为什么？因为氧气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些细胞行一些氧化还原的反应，最重要就是要产生能量了哈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这个细胞的氧气浓度不足，你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产生足够的能量，你这个细胞就可能会死亡哦。身体里面最需要氧气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你的大脑。你知道吗？你的大脑的重量大概只有你全身体重的2%到3%，可是它的耗氧量却是全身氧气量的1/5哦。当你开始缺氧的时候，第一个影响的就是你的大脑，当然就可能会让你瞬间就昏迷，会影响到你的意识，所以氧气非常非常的重要哦。先给大家看一下血氧机哦，如果你有买的，大概都很知道，这也很简单啊，按下去把它打开，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地方夹在你的大拇指上面哈，隔不了几秒，基本上它就会跳出两个数值哈，一个就是你的血氧浓度，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心跳速率哦。各位看到我的血氧浓度现在是99，心跳速率是100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才有稍微做了一下运动，好不好？所以代表说我现在的这个血氧浓度是很正常的。啊，大家很害怕缺氧这件事情，最近网络上有疯传一个方法，叫做一根吸管提高你的血氧量。今天我们就要教大家来证实一下这个实验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那我现在来做一个动作，让我的血氧量下降，做运动开始。很累，我们要再来测一下血氧量有没有下降。还是100，怎么样？那我就要再做一点哦。对吧？血氧会不会下降？我在等，我要读什么？99，各位，我决定试用一个方法哈，因为我的肺活量太好了，所以这个很难下降。我现在决定闭气哈。各位观众，这是我闭气1分钟之后的血氧量，赶快拿出来，不是要喝饮料，是要救自己。很简单，先深呼吸，从鼻子吸进去。吐气从吸管，三下我就从93变成99了，很快。如果你是一般的深呼吸，你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你吐气的时候很难把肺部里面的空气都吐干净。比如说你吸进去 100cc 的新鲜空气，可能跟你肺部残留的 100cc 的空气混在一起，那你吸进去的空气含氧量已经被稀释掉了，当然没办法有效去改善你血液中的含氧量。可是如果你照我的方法吸气，然后用吸管吐气，这样吐完之后，你肺部吐完之后，你里面的空气可能只剩下10cc 而已。这样子你就可以吸进去190cc 的空气，再跟10cc 的旧的空气混在一起，这含氧量当然会比较高啊。但是如果你的手上刚好没有吸管怎么办？也很简单，就用圆唇吹气法。怎么做？像吹口哨，这样的效果就跟吸管差不多，一样可以让你把每一次的肺部的空气吐得很干净，可以有效的增加你肺部的换气，就可以提高你的含氧量哦。另外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现在市面上不孝的商人很多，什么东西在热卖，大家就喜欢上假货哦。所以今天如果你买的血氧机很便宜，你不要以为捡到便宜哦，搞不好它是假货哦。那我们要怎样去测试你这个血氧机到底是真的还假的？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哦。第一个方法就是我刚才讲的嘛，
如果你还算一个正常人，你就可以去做闭气的动作。你闭气三十秒，一分钟之后，这个血氧浓度是一定要下降的，好不好？如果你闭气了三十秒，血氧浓度还没下降，你这个血氧机就可以拿去旁边丢掉了，好不好？一点用都没有。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如果你做一下运动，它的心率要变快啊。如果说你做的运动心率也没有变快，这个血氧机当然就不行了。你可以先闭气一阵子，看它到底会不会血氧浓度会下降。你可以稍微运动一下，看心率会不会上升嘛。这个都是可以去有效的去检测你买这个血氧机到底敏不敏感，正不正确。那如果你真的没有买到血氧机，是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血氧机？其实也不一定。其实有很多的方法都可以稍微让你知道说你的氧气的循环怎么样。很简单，各位看，因为指甲的底下有皮肉，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你的末支的循环。如果这个甲床这些肉的地方是很鲜红粉红色的，基本上你的血氧浓度是好的。如果今天的血氧浓度不够好的时候，它可能会变成暗紫色。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些老年人，或是有一些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新冠确诊的病患，你就请他看看他的手指甲。如果他手指甲是很鲜红粉嫩的，基本上他的血氧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可如果是有一点暗紫色的，小心哦，它可能开始呈现缺氧的状态，可能就要赶快去就医院哦。除了血氧机的监测之外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可以自用手去量一下你的心跳哦。当你在家里面心跳有变快，或是你的小便量有变少，或是你自己呼吸会觉得喘、胸闷、胸痛，这都有可能是从轻症转到中重症，就要赶快去就医啊。要改善你的血氧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平时就要改善你的心肺功能，就是要叫你多去做运动啊。另外最重要的是，就是要戒烟呐，戒烟绝对是对你肺部最好的一个方法。姜屁一件事，关心健康，所有事。我一直认为大肠癌是非常好预防的一个癌症。五十岁以上的大肠癌的发生率呢，慢慢的在下降，但是呢，在五十岁以下呢，有上升的趋势。年轻的族群能够忽略这个疾病，赶快加入健康 2.0 YouTube 频道会员，超值活力班、尊荣养生班都能线上观看专属课程，还有好礼等着你哦。